技术层面的体验有改良，但是作为交友 APP， 心理层面的体验缺少人味儿。马总，这个照的已经非常有女人味了，您再欣赏欣赏。我说的是人味儿，不是女人味儿。人味儿。对对对，你们有没有谈过恋爱啊？刻骨铭心的那种。没谈过，看过嘛，对吧？年轻人啊，就应该多看看那些什么爱情电影剧什么的，了解一下大家的兴趣跟观点嘛。对，明白，王总说的对。你表个态啊。切，还没有人味儿。我跟你讲，问题一定出在樊小雨身上，他穿的太多了。我觉得王总不是那个意思。屁不是这个意思，都是男人，谁不了解谁啊？没人味儿，没人关我什么事啊？关你什么事？怎么不关你事儿？你是我们 APP 打开看见的第一个人，能不关你事儿吗？你能不能稍微放下一点你的骄傲，放纵啊？再拍一点露骨的，让人心脏砰砰砰跳的照片。我呸！你这个锅怎么好意思甩我头上？你说两句。上午脏。上午脏，收什么安物什么灶，我能不灶吗？我日子一天天过，你就知道写，投资是我拉，再拉不着钱，咱俩就喝西北风。哎，雷子，你说这话不对吧？人家四眼师兄就应该埋头写，你就应该敲破脑袋去拉投资啊！不是我俩的分工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不关我的事吗？不是你叫我来的吗？莫生气。是不是眼睛瞎了？生意都是方佳琪做，居然在那喜欢狐狸金柳飘飘。哎，不行，我要去查一下剧透。如果最后他选的柳飘飘，我就弃剧。我也是。我觉得男主贾斯汀演的还挺好的吧。好个屁呀、啊！好，演的面瘫一样，洗完手都看不出。我去豆瓣上给他查。这个应该是剧情需要吧？那也是他演的，我才不管。贾老师演的太到位了，太渣了，我觉得可以拿奖。大家守住豆瓣，又有黑子去打低分了。Miss 杨，你可千万别学方佳琪，你得向前冲啊！说什么呢你们？说你和你那个师兄啊，都多久了？爱情是需要自己争取的，我有预感，你师兄喜欢的肯定是你。就像贾老师最后肯定选的是方佳琪。哎，你给我们留位置了吗？留了。你干嘛呢？我们在看《爱你还是他》，你看了吗？叫谁啊？柳飘飘还不错啊。柳飘飘，终于喜欢柳飘飘，你看不出他是绿茶吗？吃醋了？我吃醋。好，周宇，我们分手。又分手了？啊。居然喜欢柳飘飘，真是瞎了狗眼，还说我吃醋呢，三观喂了狗。算了，
哎，我们收拾穿衣服，他们留位置了。何佳宇呢？他去找四眼了，让我们过去会合。有异性没人性的家伙，他还能干嘛？肯定是去跟他们玩了。老老，咱俩还要去吗？周一那个活动不是要求情侣吗？当然得去了，我要去修理他，你们得给我撑场子。这个柳飘飘到底有什么好的呀？周一那么喜欢。就是，我觉得方佳琪就挺好的。哎，等一下。这个创业大赛，范师兄他们可以去参加，奖励好像还挺丰富的。他们都毕业了呀，没事啊，上面写了团队里有一名及以上在校大学生就可以。小雨不是他们团队的吗？师兄，你看看这个比赛，你感兴趣吗？佳琪，你快点。来了，你看看这个。这不就是学校里的比赛吗？有啥意义？听说你手机没电了，给。哦，谢谢啊。不用客气。这女的最后肯定冲炮灰了。我好好研究一下，谢谢你。师兄，哎，师妹，你有看最近很火的那个电视剧《爱你还是他》吗？或者你们身边有人看吗？有的，有的，大家都有在看。哦，那你们都喜欢谁啊？喜欢方佳琪的会比较多吧。虽然柳飘飘比较好看，但是方佳琪的人设会更讨喜一点。好像站甲方 CP 的比站柳丁 CP 比较多。果然男生和女生的观点不太一样。你问这个干嘛呀，师兄？就了解了解现在年轻人的喜好观点，好吧，我们改进一下 APP 的设计。那谢了。好，行，拜拜，师兄。说吧，到底怎么事？还不是因为周瑜嘛，我们俩分手了。啊？又分手？嗯。你们家周瑜就是脾气太好。什么啊？是他自己好不好？三观有问题，居然喜欢柳飘飘。柳飘飘有什么好的？要我也站柳飘飘啊。方佳琪那种人设早过时了，好吗？再说了，又不是谁对他好，他就得爱谁，他得自己喜欢啊。小鱼，真是看错你。亏我们还给你做朋友呢，是不是，大姐？那个，我刚想起来，我要给团委写个稿子，我先走了。啊，你这么早走啊？你还没帮我一起欺负周瑜呢。哎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让大家走吧。卡可以留给你，别想拿卡给我。我先走了，加油，拜拜拜拜，拜拜。喂，迷思湖，怎么了？喂，迷思阳，最新一集你看了吗？我看了。哎呦，我快被那个柳飘飘给气死了！方佳琪冲啊，迷思阳冲啊！没呢，他大概更喜欢漂亮的吧，就跟贾木匠老师一样。哎呦，客气大佬，身边的都是贤内助，他们都是有脑子的，有脑子的人肯定和有脑子的人在一起啊。米思阳，拿出你追贾老师的那个冲劲啊！你看，前年你还是小透明，现在你都是咱们米思们的领头羊了。那我也得有机会啊。没有机会就创造机会啊！你好好想想。挂了啊。好，拜拜。
一晚上就弄好了？嗯。一个人弄的？所以数据还是会有些不完善，毕竟统计人数也不太够。下次其实可以不用做这个的，太花时间了。没事儿，不花时间的。要是单纯的调查用户好感度，那肘子这儿的数据肯定是更快更全的。啊，下次你可以先问问我，时间多宝贵啊。嗯，还有你说的那个创业比赛，我倒是觉得挺好的，不过可能我们两个条件不太符合。对，主要是我们急着给王总那边修改。符合，完全符合的。我跟负责老师再三确认过了，他说只要团队里头有在校生就可以。哦，师兄如果不嫌弃的话，可以把我算进去。其实我已经准备了一些资料了，要不我先把试试的商业计划书 PPT 做了，师兄你们提供资料给我就行，这样师兄也可以去忙修改的事儿。拜拜师兄。觉没觉着杨家倩有点儿热情过度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他会不会也想要咱们的股份啊？莫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他不是第一次帮我们了。他这个可不只是帮忙了。哎，对了，你最近重心是不是有点偏了？咱们现在的重心是如何攻克王老板，你还有心思管学校那个破比赛？三天之后，咱可答应王老板给他答复了啊！三天搞不定的，你稍微糊弄一下好不好？弄点花活，花里胡哨的，让他有那种砰砰砰的感觉。糊弄的东西看得出来，他又不傻。你先简单把 APP 优化一下，然后那天吃饭咱们让樊小雨跟咱一块儿去，你信不信有些话从樊小雨嘴里说出来效果会不一样？你能不能少搞点歪门邪道啊？这哪是歪门邪道啊，细节决定成败。你得承认女人在这方面就是比男人有先天优势，樊小雨一出马一顿酒搞定了。你把他当什么了？股东，他是咱的股东，对不对？这些事儿他有义务做。不行，你连问都没问，万一人樊小雨特乐意呢？我不乐意。我乐意行吗？樊小雨要是也乐意，那就2-1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不行，我又没让他上刀山下火海，你跟我急什么你？我宁可不做。范清中，你脑子有泡吧？我在这儿给你想解决问题的办法，你连试都不愿意试，你做什么试试啊？再试别的办法。试啥不试试？为啥这个就不行？你还想成功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这是我短时间之内唯一能想出的办法了。再想别的办法，爱谁谁。范清中，我不问前途，跟你走了这么远，就差最后一嘚瑟了。因为这点小事，你至于跟我杠吗？这不是小事。她又不是你女朋友，你犯得着吗？你是想放手一搏，还是前功尽弃？你自己看着办。哇塞，你这 PPT 做的也太好了吧！
跟复位公司做的一样。嗯，其实只是搭了个框架而已，还要填充内容。果然爱是你最懂四眼师兄。不过你这儿是不是有点太明显了？啊？什么明显？我不就只是举手之劳吗？嗯，熬个通宵的举手之劳。师兄 ，PPT 我收到了，蓝师设计的真好。谢谢师兄，其实内容方面还需要你来把关，还要做一些补充。没问题，一会儿我就发给你。对了，我这边临时出了一些状况，要修改一个投资人的方案。比赛这边还要你多帮忙。嗯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到时候上台阐述。也由你来讲吧，我相信你一定能讲得很好。好，好，师兄，只要你信任我。嗯。行，那你先去忙吧，拜拜。小姐。谢谢。没想到你车技还不错嘛。那你过奖。你们两个这次怎么回事？回头请吃饭。好，拜拜。拜拜，不见啊。那你的谁？亲爱的，你在干嘛呀？你猜。下次吧，我这都已经到图书馆了。书借出去了。都借出去了？那你帮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库存呢？刚才不是帮你找过吗？有的话都放在外边了，没有啊，就是没有了。朗朗。麦老师。借书啊。嗯。不过都被借出去了。要借什么？你看，就这几本。我有，要我借给你吧。真的？谢谢麦老师。来，这是你要的两本书。谢谢麦老师。你这书可真多啊。是啊，以后要是想看什么书找不到，都可以来我这找找，也欢迎把这当成图书馆。好啊，谢谢。什么时候变这么客气？没有了。我过去一直以为我喜欢的是你，后来我发现我错了。你不要走，我是真的爱你的。你不懂，爱是默默守候。方佳琪，太感人了，尤其是。方佳琪默默守护贾斯内的那段，感觉都成为一种信仰了。又卑微又虔诚，贾斯内演的太好了，我要 pick 他。你看到他那里面那种两难跟纠结的感觉了吗？太好了。你不是说他面瘫吗？我哪有记错？贾老师迷途知返，我的眼泪像炮弹一样喷射。方佳琪值得 ，I'm totally 好了，别拦我，我已经在小区楼下裸奔了。今天热度很高，太感人了，加油！米思阳，你也要加油啊！对，米思阳，哥哥都找到真爱了，你也要冲呀！这比赛啊，也太上心了吧！哎呀，毕竟是我介绍师兄参加的嘛，肯定得好好准备呀。哎，到时候你多陪我练练啊。嗯。又出去了？他这几天都是一大早就出去，大半夜才回来。
回来就直接进房间，也不跟我说话。啊，你俩至于吗？都在一起这么多年了。所以你们到底因为什么吵架？他想让，就是理念不太合吧。不过他这样我也不太想参加比赛了。别啊，哎，你这个都填好了吧？还没检查。提交成功了。我跟你说，是机会就应该把握。而且你知道大姐为了这个有多努力在做准备吗？所以你叫我来就是因为东东枪师哥的事吗？想跟你商量一下关于 APP 的修改。投资人不是说我们的 APP 少点心动的感觉吗？嗯，你对这个砰砰砰的感觉有没有什么研究啊？砰砰砰的感觉，我想应该就是刚跑完800米的感觉。不是吧？就看完了。哦，因为最近时间比较充裕，所以看得快。那再挑2本。好啊。哎，你别因为看书耽误了专业课程的学习啊。知道。就一本啊，多拿几本吧，我这些都看过了，拿回去看吧。不用，书非借而不读也嘛。我先看完一本再借一本，借多了反而没心思看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试试吧，不要异地恋，只要5公里。谢谢。哎，这次特别好，来看。完了，哇塞，可以啊，大姐，你这是冲着拿奖去的吧？特别好，我跟你说，我们排了一下午呢，每一次我都用手机录下来。哎，还有这个，仔细看啊，一遍一遍的给自己纠错呢。哇塞，大姐不愧是你啊，这功夫做的这么细。其实也没有。大姐，我算过了，台上说了，你所有的努力啊，都将开花结果。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加油，加油！干嘛呢？回来了。嗯，你怎么每次都错过重头戏啊？啊，就是，大姐刚刚在演讲可棒了。啊，我跟你说，明天绝对要拿大奖。改天让两位师兄请吃大餐。但是范师兄说，雷子师兄最近还是在玩失踪，到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真是没个靠谱的。喂，师兄。啊？漏报？不，这四眼师兄也太过分了吧！你这么帮他，不是报名还能把别人名字忘记的？哎，你这个都填完了吧？还没检查。范师兄说想要退赛。哦天，我的名字没有报上，到时候就上不了台。来自师兄最近又总是玩失踪。不是他们多大人闹着玩的，那明天就比赛了，做什么事儿啊？嘘，真的有够搞笑。韩小雨，换你。我？不可能，大姐，实在不行你让师兄自己上吧。雷子师兄再倒好，范师兄你也知道，他一紧张说话就结巴。你也不想看到他最后的希望落空吧？现在报上的3个人里头，只有你上，才可以争取最后的机会。大姐，我真的不行，我做不到，而且这都最后一天了。
好好，我马上下来。你干嘛去啊？我先下去一趟。哎，你说大姐真够惨的，现在怎么办？我找雷东强。算了，四眼师兄都找不到，你能找到吗？东东强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关键时候撂挑子，你还是不是朋友？你说我下午白录了一下午。哎，你要不要真的试一试？我可以陪你练。真的很抱歉，雷子最近和我闹别扭，所以老是走神出错，实在是忽略了，都是我的错。没事的，师哥，谁上去讲都一样嘛，重要的是赢得比赛。雷子师哥还总是早出晚归，玩消失吗？不接我电话，不回信息，也不知道现在在干嘛。比赛是其次，我其实还是挺担心他的。师哥，你也别太担心了，明天还要上台嘛，养好精神。那我先走了。嗯，实在不好意思。没事儿。试试怎么了？试试又不用花钱。哎，停停停！你看大爷做的，第二个试试后面得停顿至少一秒钟。哎呀，我就不能有点个人风格了吗？哎呀，你自己看嘛，大姐都精确到停顿几秒钟了，我们练那么多遍，肯定是有道理的。你别试一下总吗？啊，好好，来来再来。OK。嗯，试试怎么了？试试，又不用花钱。我们试试不只有爱情，我们还要帮你找到的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。东东强师兄，比赛马上开始了，你最好快马加鞭地出现在我面前，否则不给你介绍师妹了啊。哎，大姐，马上要开始了，怎么还在这儿呢？昨天不是跟你说了换人了吗？你什么时候跟我说了？因为每次我跟你说话你都不记住，你脑筋里在想什么呢？你做梦的吧？你才做梦。小周，你做。啊，关老师，你记得给今天的现场的工作人员都拍一些照片啊。好，别忘了。放心吧。谭英老师啊。哼，漂亮吧？有些人吃醋吃到老师头上了。动了动脚。有请第一支创业队伍上台。第一组的发言，下面有请最后一组团队，范青洲和雷东强的试试。大家好，我不是范青洲，也不是雷东强，我是我们团队的门面担当樊潇雨。为什么由我来阐述呢？因为我们团队的担当只有我一个，最 up 的男生，你们懂的。看上改的还可以，不错吧？我出了主意，在你记住。遇到过无数个投资人，而每个投资人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：每100个做 up 的人里，只有2位会成功，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做这个 up 呢？大家的答案也许五花八门，但一定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我们。就是成功的2位，听话了。是。恰恰，
我们团队的核心成员也是两个人，而且两位都是男人。男人吧，与生俱来那种自信，你们也懂的。少了一个包袱。不是特意来的，我就是。你刚才看到了吗？还行吧。不是，那我怎么就不能是门面担当呢？你那稿子怎么写？谢谢云派团队带来的精彩的获奖感言，再次祝贺你们获奖，也期待你们接下来的产品升级，完成你们该说的都说了，信息也都发了，要来早该来了。好，下面公布本次比赛的优胜奖，他们是范青洲和雷东强的试试，有请获奖者上台。有请获奖者发言。这个 APP 的灵感诞生于4年前，那时我和我的合伙人雷东强还是大二的学生，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对我说，哎呀可惜呀，全世界只有你能听懂我说的话，也只有我能听懂你说的话。哎，要不我们试试做个 APP 吧。真的吗？嗯，到时候全世界都听懂我们说的话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比他更能知道我要什么，也没有谁能比我更了解他。虽然我们最近闹了点不愉快，今天他也不能来，但是我相信我们依然是最坚不可摧的团队。此刻不能第一时间跟他分享获奖的喜悦，我雷子，师兄，你可终于来了！快，晚上就能准备这么好，还有那个关老师今天都夸你来着呢。说什么？哎，怎么说来着？大姐，你不是也在吗？你跟他说，就说创业团队需要向你学习，多学一些营销技巧之类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么说的。那还不是因为你的稿子写得好吗？对，
再让我气场全开。那可不，今天你往台上那一站，起皮分都比别人高一截呢。小雨发挥的好，大姐的案头工作做的也很好，还有我呢，我还教的好。哎，你也好，你也好，大家都很好，对吧？嗯。不过小雨，你真的很厉害，你今天的表现比彩排时还好呢。雷子师兄今天突然冲上台的时候，好感人哦！你是不是打了个电话把他骂回来了？我跟你说，他这种人就是欠骂，你都不应该跟他好好说话。回去吧，师兄，跟范师兄好好聊聊，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的。你也知道，范师兄这个人不太表达，但他刚才亲口跟我说，比赛是次要的，他更担心你。我相信你也是这么觉得的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比他更能知道我要什么。也没有谁能比我更了解他。快去吧，师兄，他在。虽然我们最近闹了点不愉快，今天他说的那么感动，我更没脸上去。但是我相信，你就更应该上去了。我们依然是最坚不可摧的。此刻不能第一时间跟他分享获奖的喜悦。我，雷子。吃饭吧，快！我不饿，你们先吃吧。吃嘛，大姐，这么多好吃呢。对啊，辛苦这么久了，庆祝一下嘛。我说了我不饿。那没事，大姐来喝一杯，我敬你。多亏你准备了那么详细的资料，没有你，就没有今天的胜利。来，不想喝酒。我知道你不好受，其实我心里也特别别扭。昨天我是真的不想上，但是我看到你跟四眼师兄都那么努力，我也确实不希望你们的努力都白费啊。所以我才，范小雨，上台的是你，领奖的也是你，把雷东强叫回来的还是你，你能不能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啊？没事儿，你们吃吧，我先去洗漱了。我们俩一定要让全世界都听懂我们说的话。我们要赢，哈，赢，赢，我跟你讲，不赢我爸也饶不了我，爸得劈了我。说句话，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？你为什么不容？是，你要不要喝水啊？啊，不喝水，我要喝酒。扶我一把。来来，快点。
万金洲，我告诉你，以后无论你怎么改，我都支持你。我们要追求更多理想的用，还有，我觉得我们得换个名字，你知道吗？不能再叫试试了，太不吉利了。我跟你讲，咱们得换一个稍微 romantic 一点。两分钟，我给你想个厉害的啊！就两分钟。今天真的谢谢你。你对这个砰砰砰的感觉有没有什么研究啊？小雨，换你。我？你也不想看到他们最后的希望落空吧？当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的时候，就会听到自己强烈的心跳声。喜欢一个人从来没有错，可如果你发现你和你闺蜜喜欢的是同一个人，就算上台不是你也没关系，你师兄会知道你的付出的。不不不 ，Miss Yang。我觉得你得抓住这次机会主动出击。对呀，米思阳，要都像方佳琪那样默默无声，会错过你的幸福的。我喜欢你。作为一款交友 APP， 你要让用户有一种恋爱感。你们有没有谈过恋爱啊？刻骨铭心的那种。你凭什么看不起我？凭什么说我就不懂努力？你知道我为了考来这里我费了多大劲吗？范师兄彻底关掉了试试，即将升级换代重新出发。
而大姐人生中的第一次表白也就这么戏剧性的结束了。但是我和大姐还有范师兄荒诞又充满戏剧色彩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原来机智的我也没办法那么随心所欲，因为我也有很多要在乎的人。是樊小雨把你叫回来的？那丫头，那丫头给我发了好多骂我的信息。大姐就不一样了，她到网吧找我回来的。你说这俩丫头都挺有意思的啊。水开了，去。之前不如跟到理解，热血的错线明知故犯一遍，并不逊色闪电围着金光加冕，雏鸟也敢做孔雀，任青春过些时间不回头的向前，将我疯狂誓言一一兑现，做个异类对抗整个世界，歌颂把放肆流泪那天当作最初机缘，纠结都还给明天，在心没枯萎之前打破所有预言，时间不回头的向前，将我疯狂誓言一一兑现，做个异类拯救这个世界，千篇一律的复刻面孔，伤痛做勋章独自歌颂。